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今天我们平台上面有一个作者，就是西瓜视频的作者韦世强，从不远千里的安徽过来到我们四川县城这边来玩一下。然后他会做很多的宝宝美食，然后我会做很多的正宗川菜。我们过来一起交流学习，然后我们现在去车站去接他，走。哎，关键人到那个美食强班，美食强是不是西瓜视频那个美食强哦？啊，就是就是。我晓得啊，我经常看他视频呢。他做了一个娃娃的辅食，做的多好，我都跟他学了好几个菜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强哥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坐车辛苦了吗？嗯，还好，还好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好。哎，强哥，你第一次来我们四川有什么感觉？今天刚下飞机，觉得特别的热。才30多度，还算可以。蛮热的，蛮热，比我们那边热多了，今天。这你们南京，我上次来好像是快40度了，那次把我热惨了。那个7月份嘛，7月份南京也是火炉之一嘛。火炉之一啊。嗯，四大火炉嘛。哎，那你们那里的那个美食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没有？这边我们那里味道也挺重的，味道挺重。我们这里吃麻辣哟，你受不受得了？应该没问题。你能吃辣，能吃麻。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正宗川菜的。OK OK， 没问题。特别的期待。那行，那待会儿我带你去吃尝一下我们本地最有名的美食。强哥有没有听说过富顺豆花？富顺豆花，没有听过。它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吃，它既是小吃又是主食，距离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1000多年了，对，那个肯定很好吃吧？那肯定的了。我现在带你去尝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豆花，好期待。走吧。3碗豆花，三碗豆花只有蛋水。三个蛋水。这样是不是3碗豆花了？9个蛋水。加点虾米了？加点吧，加点。这个就是豆花吗？对，谢谢谢谢。加一碗水，这个叫告水。告水。对，这个叫告水。这个是豆腐水吗？首先我们吃这个豆花，先把这个蘸水把它搅均匀。好，搅均匀了之后，这个豆腐夹一块放在这个饭上面，然后在这个蘸水上面加一点蘸水，放在这个豆花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夹一口。是这样吃的。这个我以前没有见过，第一次看。对，这样吃起来很爽，强哥可以试一下。我试一下，先把蘸水搅一下。蘸水把它拌匀，然后这个豆花。对，豆花搞到碗里面来。对，就是豆花当菜嘛。对，加一点蘸水，一点点。好，我尝一尝。我用这个饭和豆花一起吃。对。好香。好香，是蘸水香，对吧？蘸水香，然后这个豆花很嫩，配着这个米饭很香。这个豆花有点像那个豆脑，但是像豆腐脑，有点像豆腐脑，但是没有豆腐脑那么嫩。豆腐脑比较嫩。对，来，我们继续吃啊。哎，强哥，看我们这个豆花怎么样了？刚哥，你看我今天吃了都吃2碗了，味道太好吃了。我也吃了2碗。小妹儿，来2碗豆花。啊，我也喜欢吃这个，因为我从小就吃这个，很有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你这次这么远过来的话，就在我们这儿多玩一段时间吧。然后玩一天，好，正好有机会向刚哥学习。啊，这是川菜吗？你是说？对。好，川菜是我的老手。然后这样，你看我们家甜甜啊，他吃我的菜也吃的比较腻了，我想也跟你多交流学习一下。我烧的菜清淡一点嘛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去安排一下住的地方。好的。郭大哥，今天真的感谢你，多多指教啊，感谢。那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